Okay, when is it right now? At this moment, it's 2017. 2017 是元月七号，是星期六的早上的8:07。我看到好，让我们去看。来，我们现在看哪一个？好，蜉蝣在月夜的森林边缘交头接耳。哦，这是。按什么时候写的？20岁？哎，20多岁吗？好，我看看。到安的脸书，我是小说老师，安的脸书去看。好，可以这边是有些都不同地方了，是安的脸书，2个小时前，好，2个小时泼上去的。好，我看浮游，哎，对不起，是啊，那个电力不足，来我。我接个电线，OK 吗？那没问题，老师，接电线可以。蜉蝣在月夜的森林边缘，中英双管，但英文是大概是2013年到3、4年前翻译成英文的。但是中文的话，才26岁，好像记得。我们看进去，里面都有注解。是，此时无作中英双管，是我年少时。年少时作之一，于脸书数度上传。3个小时前呢，我隐身为炙热的暴君，在那空间之中，光阴静静的漂流，在投入人们心灵与冥想的投影之前，我的思绪早已越过宇宙的阴阳面。我踩踏着玄黑色的欲望火龙，身后栅栏巨开。群众眼神所豢养的绿色巨兽，蜉蝣在月夜的森林边缘交头接耳，在鼠子乱窜的地面，我如冷眼避视的猫头鹰。南方是我记忆的标靶，那里的湖泊有我熟悉的气味。浪潮般的俯冲，泛滥后的河岸，候鸟年前的旧巢，肃杀在雁群高亢长空。我已然没入潮汹动乱的人世水波。什么？看到中文？1990，OK，是1990年，中文原作。那时候是我26岁，是2013年吗？翻译英文有2度修改啊，那修改时间不多，修改的方式跟次数也不多。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修改的话，你原来的意思还在吗？你原来的情绪还在吗？你的灵感还在吗？那个是当下，这个东西是反映那个当下的心情呢。你修改它，以为。可以比当时好，好的意思什么意思？你不是为了写作，你写作不是为了世人呢，不是为了让他看呢，因为这不是投稿哎，你写给自己，把自己心路历程记录下来，这是安的初衷，是吧？用笔试，Pretend to be tyrant over wise. There's a time flowing clockwise before entering the projection between people's mind and imagine. My thoughts beyond the interface, along the customer's long edge, I try to step onto the seat to judge the basalt-colored dragon of a wish. Yet learning is a green freak, bred by people's jealousy. Once the gate behind me was opened already, the chase among the fae flies on a fringe of a forest, deeply within the midnight, and all peering through the mice. Rushing across the steppe, the source is actually my target. There's a taste I'm familiar with. Here's come the rotting box, together with the river dikes, taken away by powerful floods, as well as old nesting. The migrating birds made last year. Shee! Among the noise of the geese, I found myself already. Faded into the vanity of the boisterous humanity，是啊，
要听音乐吗？听音乐又有人说，哎，会侵犯智慧财产权，有的没有的，是啊，资本社会嘛，锱铢必较，我已经讲过了，是啊，斤斤计较。请问一下，你们看这东西有付费吗？是啊，是谁花的心力比较多呢？你向我要，是向我索费。说，哎，这申请什么智慧财产权？什么叫智慧财产权？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谁的智慧造就你呢？你凭什么向别人索取智慧财产权呢？是下的，以那个为名义的，是吧？你们看这些文章要付费，你最大的动力来，你最大的生命源头是用钱购买的吗？你现在的举止是不是证明这一点呢？你是不是自我矛盾？是啊。就再看一次，OK，好。我看看到，看看音乐，OK 吗？来听听音乐，听听音乐，顺便把这些也再慢慢顺过一次，OK。现在时间点是8:13了，是吧？是。Well, there is a notice here made by myself.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 were made by Anne, okay?
结束吧。